Hello，等一下，我在看。Dota 比 Thomas Cup 重要啊。Oh.
Hello, everybody. Team ban. 今天晚上又是那个比赛咯，你们应该知道吧 ？MYDota 比赛，这个是八强，今天晚上打八强，然后XQ Gaming 今天会打 SuGoy， 然后这个比赛咧，今天我们的 Nemesis 大哥不得空，他可能要去考虑还是看 Thomas Cup， 我不知道啦。So 可是今天有两个神秘的人跟我们一起 cast 哦，一个是 Kelvin 哦，大家认识哦，昨天有跟我一起 cast 的。然后今天特别荣幸请到一个美女哦，她叫 Selin， 来跟她讲嗨一声。嗨，大家好，听到吗？我叫 Selin。Kelvin 呢 ？Hello， 我是 Kelvin。直接无视哦，直接啊、我讲了过后就那个气势已经掉了。不用紧，不用紧。啊 ，OK， 这个比赛呢是由 Plextor、BenQ、MSI Gaming 还有 iRock sponsor 咯。So 你们看了，你们可以去 Facebook 哦 ，follow 那个 MyDota page， 里面有更多那些资料咯。然后新运的 Facebook 我是不会给啦，你们自己问他。OK， 自己问，我也要问，我也要问。OK 现在已经 pick 了，已经 pick 了。不用紧啦，慢慢来，不用紧张。看啦，要听你说。Q Gaming ban 了两次咯 ，OK 咯 ，Invoker 跟那个 Bad Rider 咯，一样的嘛。SuGoy 今天 ban 了，比较特别一点。Doom。他们 ban Doom 跟 Darkseer， 然后 pick 你看这个 Icon。一没有 ban 来跟，他们第一个就选来跟了。是咯。Radiant Team。我想问一下，CV 也是第一次 cast game 哦。是我这里有回音吗？他们讲有回音。没有吧？有没？没有，我没有听到。有回音没？没有吧？哦 ，OK， 是哦，我今天也是很荣幸可以跟你们两个帅哥一起 cast，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所以请大家要多多指教和多多包涵，如果我做错的话啦。用紧了，慢慢来，慢慢来。是不是美女？你这样犯错，人家都不会管你的啦。人家不会当做聊天就可以，好像昨天小邦哥教我当做聊天。是哦。OK， 可以。然后 ，OK， 现在他们选了 Sandor 还有 Sanking。OK 啦，这两个是蛮 common 的咯。我的 combo 两个一起 stun。然后 ban 了 Amber Spirit 啊，他们 ban Amber Spirit 也是对，因为。很像如果他们有来坑啊，容易 red 的话、啊、，XQ Gaming 选了那种 Amber 啊，他们也是可以克他们的嘛。嗯。嗯。哎 ，CD 我没有放 overlay， 你设计到这样美啊，我没有放下去，我不会放。哦，不用紧啦，那个 Casper 他讲下一个 game 他才放啊。哦。都 OK 啦，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应该不介意的哦。嗯。我们的观众比较热情，比较热血。这里选了 Rubik 还有 Jakiro。Rubik Jakiro OK 咯，两个比较 common 的。哦，贝贝，我们有贝贝出来了。哎，贝贝 ，cute 吗？贝贝，我比较喜欢那个贝，我不喜欢他真人。他真人也是蛮靓仔，一下看他老老的，他胡须很美。贝贝的胡须美咩？看他那个，他的胡须很长啊，还好吧，绑辫子还要。今天 Thomas Cup 你们得空来 cast game 哦，不错不错。应该是讲 Thomas Cup 有，既然有观众会看，我们这个 cast 十六个啦，还好啦，不错不错。都打中要个羽毛球啊。应该是算买多大的忠实粉丝吧，才会放弃看 Thomas Cup， 不然就是很厉害。他们应该是有两个 screen 哦，同时看两个、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来，你share 一下啦，你一定很多 fans 吗 ？Facebook 一定很多人 follow 了吗 ？share 一下 ，share 一下，叫我们来看。OK 啦 ，share 这个 tournament 啊。当然啦，不然。你要 promote 我们两个也可以的，我没有问题的。你要 promote 的话，我直接给你我的 Facebook。
你 share 一个 link 在那边，应该会很多人按进来啊、哦，观众直接到100。哦，可能哦，美女吗？不一样啊，做东西啊，没有，你们不要讲话。小芳哥，下一句都是那几个吧。OK， 这里 SuGoy 选了 Viper， so 很明确，他们的 landing 就 Viper 打 mid 咯。Lycan、Seflan、Carry farm 到一个 offering 啊，还是什么之类，他就可以去 Roshan 去 push 了。然后这里 XQ Gaming 选 Long Root 哦，他应该是要好像后期啊，可以比他们更强啊，因为他讲，如果你 Long Root 你拖到后期，你真正 fat， 你的熊也 fat 哦。两个一起 fat， 他们很难打吗？诶，有12个 item 哦。然后这里 SuGoy ban 掉丁哥，可能是 respect ban， 因为 SQ Gaming 的 solo mid 那个人哦，他的丁哥是其中一个 top hero 来的。上一场16强的时候，他们出丁哥简直是 rip 告人家，真的是。哦、SQ Gaming 的。SQ Gaming 的对，然后 SQ Gaming 有一个是我们他 college 的嘛，然后其他是从马六甲的。SuGoy 就有泰国人哦，泰国的朋友都来参加我们的比赛。萨瓦迪卡，对，萨瓦迪卡。所以我们佩服他们也很厉害一下哦，不懂会不会他们会有那种沟通的那种语言的那种界限吗？可是能打到八强应该是很不错了啦，他们说不错啊，因为那天我们有 interview， 他们讲他们用英文或者是用 in-game signal 这样子 click 一下，一直 bling 一直 bling， 他们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蛮神奇的这个东西。刚他们的那个 team 真的是很好。默契，哦，对。Bong Viper 是男生还是女生 ？Viper 啊，不懂哎。CD Viper 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记得那天那个谁 Nara 哥还有 Betty 讲的那个，他们是因为他是一条蛇还是一条龙，所以是男生。可是你这个就要问 Creator 了，因为有翅膀，所以你要讲他龙又不像龙，又像蛇又不像。宝，你还在吗？啊，在。刚才 DC 掉。林有在吗？有，在这里。Gapong Line， 不好意思。那个泰罕德啊，刚才讲到泰罕德可能是因为他们 XQ Gaming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 combo 哦，你可以看到很明确 Park 啊还有 Sando 在他们是 bling 进去然后 initiate 先，如果他们泰罕德站位好的话哦，很容易 counter 掉。诶，这里选了 OD 哦， so 多数是Aggressive Tri-Lane， 我觉得SuGoy这边会打。嗯，啊，小邦哥，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Radiant 这里的 Hero， 还有他们的 Player 吗 ？Radiant 可以啦，我可以讲不可以咩？啊，快点。那事实啦，啊、他打 Dazer、啊。OK， 然后 VDD 他打 Twinhead Dragon 哦。麦打那个不懂是男的还是女的 Viper。对。然后这个狗。这个狼啊，这个狼人 YZW 打，还有一个 OD， 然后中间 OD 013他号码，接下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他打 OD， 你要他号码，你可以去问他。现在 Selin 介绍一下打一个 team 的，哦，观众更喜欢听。哎，藏着我 disconnect 了吗？我 lift， 没有啊，我还听到。没有啊，可以啊。哦 ，OK。所、so, 以我们的 Dire 就很明显，我现在是要讲他们用什么 hero 吗？啊，对，你讲那个名字。那个名字，现在就讲他们 player 名字，然后他们用了 hero。啊、嗯。所以 XQDV 是用着 Ruby， 然后那个是读 IIMCK 哈、嗯，用着 CK。IIMCK 用着 Centaur，Win 用着 Park，PYC 用着 Laundrut， 还有 Kairos 用着 SK Sand King。我看到下面这里那个Lycan， 他们已经插了一个 Ward 吗？因为这个 Ward 来讲，对一个 Aggressive Tri-Lane 是很好。哦，他们已经去了。而且他们这样子去哦 ，Lycan 你顶住他的 Farm 嘛，你不要给 Lycan Farm 嘛。不然他一 push 塔，可以讲五秒以内一个 tower 就不见掉了。可是他们顶了一个 range creep。
那那个 Lycan 现在很危险哦，我觉得前一个后一个他们后面放这个窝，他们就随时随地会注意到。如果他、啊、看现在已经来了，瑞贝已经来了，哇，整个强奸他哦，强奸他，强奸他，三、okay ，这个莱根性命不保了，应该三五砍 first blood 啦、啊，哇，这个莱根走回去没有啦？他接受他的太冲了，站到太前了。对，没有办法，是他、这个、他站在后面也是没有办法，他们已经放了一个 ward 在那边，所以也是很危险。这个 ward 呢、啊？这个 ward 你可以看到那个 radius 啊，你看到他们已经调下来，已经跟他一起三个 trident 了。对，那个 dazzle 不懂他们会不会发现到那边有一个 ward， 然后放一个 sentry 在那边离 ward 掉他，不然他们真的是很危险。那个 life 更翻不到的话就惨了。因为目前为止他们是还没有有 sentry 的。现在他们 supporter 开始 rotate， 他们的 tri-lane 变在下面，所以、上面基本上 viper 很难压到 long root， 因为 long root 他可以用他的 bear 来去 farm 啊，然后他真正站到后面，他最多是自己 farm 自己的，他压不到 viper， 也压不到他 viper 也压不到他啦，所以他们在斗 farm 中间呢，中间就是 OD 看得到压趴一个 level。可以讲是 last hit 赢哦，然后下面刚才那个 first bird 真的是有一点讲不应该啊，就也太没办法了，他也是站前站后，其实讲真，如果真的是知道的话，站后面也是 OK 的，站在就靠着逃了。因为他的那个你已经看到两个 supporter 了嘛，你就哦这里有底位站。哇，可怜哦！哇，好快！真的是很可怜他们，很 efficiency， 我喜欢、欸。他们的 supporter 一个 sentry 都还没有在身上。现在对哦，他们两个 supporter 没有 sentry。他们还存不到钱，他们应该是要把那个钱来 upgrade 那个 courier 吧？可是我看 Dazzle 有100-200块哦。就一个 up courier， 一个买 sentry 也没问题啦。是哦，两个都200多了，可是他们还没有买东西哦。现在以我认识 XQ Gaming 他们的打法啦，现在他们应该是要 rotate 上去，然后 Rubik 会 babysit 那个 Sand King 去 farm 一个 early dagger 先。他出到 dagger， 我看过前面几场，他的 Sand King 真的是帮到很多忙。哎，这里 pass 了一个 bottle 给 OD， 现在 OD 买 bottle 是应该要 spam 哈。那个 Rubik 跟 Sand King 在等待的机会，看可以 gank 到有成功的 gank 到 OD 没有？哦，因为他们也是二 level 啊，所以 OK 啦，我觉得。他们知道对方没有 ward， 所以他们也没有开 spawn 走过来了。都敌完 ward 了，两只 ward 都敌。是啊，所以他们就很安全。在上面吗 ？OD 还是OD 走进来了。OD， 哎、欸，没有哎，查波特 TP 过来哦。就给我来了，就给我来了 ，OK， 中两个。Sand King 有死吗 ？Sand King 有stun啊，他也是死不到。我这里 Rubik 中塞伦，中怕塞伦了。Ice Pop 又来了 ，Ice Pop 来哦，可是他闪掉可能没有用，他还是中。我等这过来这里 heal 了，杀不到。现在两个 supporter 回去 regen， 怕危险哦。两边都没有人死啊！我觉得他们两队的 support 都做到很好，因为很 efficient 啊，很 efficient。中间遇到危险直接来帮忙，哇，上面又自敌，哇，可怜哦。如果是小邦哥 solo mid 的话，他 mid 有危险，我们是不会过去帮他。是哦。你看这些人欺负我，给他去死了。不可以这样啊！来坑。莱克在下面。在拉西来讲 ，OD 是最多的，有20个。可以这样讲啦，可是跟 Longru 也没有差多少。在这两队里面啊，其实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男的？你看到吗？哪一个比较帅？讲阿邦，讲小邦哥。OK， 哎，他不在啊、哦。林还在吗？有，哎，我可以给你们求救一下吗？我要怎样看你们的那个 camera？ 那个 camera， 阿邦他要看你动那 camera， 就是他不要动啊。不能。哦，原来我现在在动着，那个观众就看着我在动了。
啊，没有，他看到，他们都是看着阿崩的。我怎样看他的？因为我有点我抓不到，等下优势他看哪里啊？没办法。不用紧啊，不用紧啊。你看你的就可以了。啊，你看你的就可以了。阿崩讲的时候你就点过去了。哦 ，OK。不用紧。不过我觉得阿崩应该没有看到啊，应该都是你看到谁了。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了，小兵。小方哥反应哦，这一波下面干了，哇，战斗已经 level 六开了 ，OK， 一个 double H， double H 三 level 直接吹掉那个 hero。来得及逃吗？哦，这个他抄得到哎，这 central 很幸运一下。哎，如果可是 Ruby 很惨了，要帮他挡。没有，两个都很幸运，都可以逃到。哇，那个神刀这样快 level 六啊！已经 level 六了，不还没到六分钟，一下子开 OD 就干掉那个 Dazer 了。直接脆哦，直接躺地 ，Dazer level 三罢了。有人在那个 chat 讲，小邦哥，你应该给Celine 讲多一点话。OK， 来 Celine 讲话，不然等一下他们讲我。来讲话，讲。讲你讲不了。讲不了， okay. 他叫你讲话讲不了。啊，小胖哥，你点点就有。不要，静静，我是那种后补啊，我是那种加盐加醋那种，你们讲我在后面加那一种。哎，来个 post game Ruby 有一点 lag 啊。你有看他们的 MYDota interview 吗？那个照片，三个，这两对。可以叫他现在去看吗？哦，你觉得哪一个男的比较帅？两队里面，哦我啊，不然我不可能问小兵哪一个比较帅吗？如果是这个比赛是这个女生的话，就可能问我了。啊那，可是我不懂他们那个照片啊，谁是谁？不用紧，你就回上面，不用紧，先看见哦，他死掉了，哇，太吃 TP 了。那照片你看，你觉得SuGoy的人比较帅，还是 HQ Gaming 的人比较帅？讲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答案是很重要的。嗯，你讲他们帅，他们就那个 passion 就上来了嘛，一定赢了。我跟你讲，当对面一方知道他们丑，知道他们比较丑一点的，他们也是会玩的比较激烈一点。没有啦，不会讲是丑啦 ，XQ 嘞是样子会看起来比较那种实力派的，史国一呢会比较像那种偶像派的。哇！深奥、哦，下面，哇、哦，那个 Griff， 神都没有死，哦，神都来了，可是还没有那个，哦，弄慢他还是死掉，所以我讲，哦，这里在这又有问，在这又有难了 ，OK，OD 来了 ，OK， 帮掉啊，关掉神都，没呀 ，Well play， 可是他们失去一个 Lycan 有一点可惜，如果是 Supporter 还不用紧，这个神都也是在冲着他的 Dagger。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直追着那个莱根嘛了，因为他们怕他 fat 了，然后我 push tower 就惨了他们。莱根，你我对到他 red 的话，我是觉得他很狗，所以我很讨厌莱根。是啊，那个两只隐形狼，整个 dog 这样，不用紧，看一下后面讲。现在 OD 的那个 farm 是最高的排名，两队里面，然后。前来讲，一直都是 SQ Gaming 领先着，那个领先大概接近六七百吧了啦。喂，那个，哦 ，Top 这里 ，Viper 有 Viper 应该死了 ，Viper。OK， Jackie 快点跑 ，Jackie 快点跑。跑，他是飞的，哪里是跑？欸、没有，他没有反。欧弟来，欧弟来，欧弟来，啊，包那个，包那个。哇，那个 Ice Puff 挡住吧。不能，他们 Ruby 来了 ，Ruby 举下起来。Vision 啊，那个 Sanking 他们的backup 很快一下。Vision， Jackiro 还要去吗？两边都很 Vision 哦。啊 ，Jackiro 没了 ，Jackiro 完了。我是觉得，SuGoy 这边很他的 supporter 很难，是因为 Twin Head Dragon 走路慢，又杀了 Dazer。啊，因为你看啊 ，SQ Gaming 他们 Hero 的 stun 哦是很快的那种，很少casting timer。你看那个 SuGoy 那边。那个 Twin Dragon 喷又慢，走路又慢，打人又慢，很多都慢，很难玩啊！我觉得。
不用紧了，我们不要给他们这样多压力，可能他们压力现在是 top 8哦，一进就是进 top 4是吗？啊，对，全部，所以应该他们很压力，所以安全赛。First game, first 9 minute, 加油啊，他们两个。我们是，我可以讲，现在虽然 SQ Gaming 带住那个节奏，可是怕有一点 under farm， 因为他打 OD 的关系。嗯。OD 可以讲他比较多 farm， 可是他直接出血。OK 啦，现在 OD 应该要 farm Midas。要 depends on 那个 team。那个莱肯的狼终于可以隐形了。莱肯，哎，他有那个 offering 了。嗯，很快就可以看到 Roshan。啊，然后可能啊，很快就有 Roshan。不过对方应该也 要知道了。OK， 现在两边都慢慢放哦。你放我的，我放你的。那个闪躲一点都不怕，他的那个要出了已经，再欠100块这样。因为下面两个人都没有 disable， 所以他们要抓闪躲也是很难啊。单靠那个desert 的 slow、哦、也是没有很 slow， 他可以出 out 冲掉。看下面这里，他跟 3K 已经 smoke 了，他们看他要做什么大事吗？绕圆圈啊，去这密了，走这去密了、啊，来呀、啊、来呀、啊，好、哦、快！哦，我弟关他吗？关不到。其实他应该可以。哎呀，哎呀，跟 Rubik 来呀！哦，那个 Ice Puff 没，喂，小鸟、那个、没，不过 OD 也是没了 ，OD 脆了，小 Kiro 也是要死。完了，那个哦，那这太迟了。太迟了，等一下太迟了。那个 SuGoy 的 backup 有点慢，所以还是偶像派的有一点慢哦。大牌嘛，偶像派是不是？偶像派的 player 都是比较大牌。实力派是真的是有实力，实力派真的有实力，可以这样讲。现在 item 看来 OK， 来 OD 出啊 Midas 哦，哎 ，OD 没有买那个 Power Trade 先，他出米大先，所以也是不错啦。11分钟这样，米大又有鞋，然后哇又有 Bottle， Lycan Offering 出了，那个 Sandor Dagger 也出了。不过我想讲一个，就是 Viper 的 Mecha 蛮慢一下，到现在还没有出。因为 Viper Solo Offline 你很难 farm， 还有那两只熊。因为他那边又没有 Ward 在那边帮他造哦，他不敢去。对，他一跨越了，随时随地他们一 DP 过来就是 gank 他了。是他们的 supporter 都是帮他们 ward 下面的那个 forest， 可是都 ward 到表上，他们应该 ward 下面那点就比较容易放 forest 啦。因为他看到、okay, 这两个我是觉得有一点浪费，在赛百赛很浪费。嗯，对，太靠近了。这里 partner 了 Emirun 啊， Emirun 已经要 expire 了。不紧。上面。现在那个 top 那边，我们要。OK， Akira， OK， Ice Puff。那个 Ice Puff 一直 miss 他今天。没办法啦，你讲他射到比较慢嘛。哦，他射慢，飞又慢，什么都慢，哎。哎呀，辛苦一点了。OK， Wiper 这里。其实我觉得 Jakiro， 嗯，哎 ，Jakiro Max 第三招不错嘛，还可以慢慢磨那个塔，而且现在 Sand King 的那个也是差不多要出啊，千八了。只是 Sand King 是对面的人，而且 Sandor 也已经有 Dagger 了。Sand King 再有 Dagger 的话，他们的 combo 后面来的那些大招会出到很美。哦，还有一个 Pop， 两个 Supporter Smoke 啊，去这上面。下面莱肯也是，他们要抓 mid 的 Rubik 吗？还好吧。哦、Rubik 这里会有事吗 ？Rubik。Rubik 回 Rubik。OK，Rubik 这里应该没有了 ，Rubik。Rubik 也是脆了啦。很难啊。为什么要关他？我刚刚在说，他救了他一命。这不要哦，他偷了那个 OD 的那个第二招，是他自己关机。哦，我以为 OD 关他起来。可是为什么他们要回呢？这样不错，因为他们看到有另外一个 TP， 啊，天色了，有另外一个 TP 选他们也是看。哦，那个熊死了，刚刚出来。
我觉得是不用怕啦，另外一个 TP 他们三个人有点浪费哦。OK， top 这里 OD TP 去了，OD 中三人，这怕抓的美，怕抓的美。OK 这里哦 ，OD 脆啊 ，OD 脆啊，怕 good play 怕。他的 mid play 不是盖尔怕。哦，那个乱追。哦。你看这里，贝贝死掉。OD 还撤到 OD 用了，现在这里 Ruby 也是要哦 ，Ruby 又关了自己。可是我觉得再给我的扇，再给我的扇，没啊，三个扇。我有没卡？这里有没卡？他们都不够玛纳来抓那个卢比了，结果都是被反杀回哦。结果被一个死，一个 carry 死，换三个都是 core hero viper od 跟莱肯。神 king 抓好那个机会，直接一个 blink stun 完三个，很美。他刚刚一来下来，那个 silent 也是 silent 到很美。那个 pop 可以讲他是算。不错的一个 solo mid player， so far 看了两局。OK， 在这里对面打野已经有三个 blink 刀了。blink 刀，哇喽！我发现那个下面那个 Santos 放到很爽，没有人去管他。他只是在后面那边开小弟，开小弟帮 teammate 罢了。而且他们要抓他也是很难。现在鼠龟只有一个 disable 包，就是那个 ice pop。而且那个 ice 我看没有，很像一直没有充人的，只有几次吧。那 Dazzle 的 slow 也是 ，Dazzle 那个 slow 也是有少少stun 啊。Dazzle 的 slow 现在没有 stun。哦，没有 stun 了。没有。说在 cash 了，换了。哎，你打太多 carry 了啦，你看你。我不打 carry 的。拿了 DD， OD 拿了 DD。哦。哦，这里有另外两个狼是 Rubik 的。跟着那个 OD 在 bottom 崩溃哦。如果等下这个 OD 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要来了。哦 ，Ruby 举上来一个 follow up by Santo。OK， 脆哦，直接脆，不用醒来哦，直接不用醒来。因为有那个 Ruby 的狼，看完他的一举一动啊。哇 ，Ruby 拿那个狼也是可以看 map。是哦。现在他们 Viper 有 Mecha 了，可是。Execute Gaming 的 damage output 可以在他开 Mecha 之前给他吹，所以他要开也是很难。然后这里 bottom 这里也是受不了。可是 Rubik 他们的 slow 要被 review 了啊，看到了 Rubik 抓到 review 了。一个 ice pop， OK， Viper 也 review 了。抓到 Viper。OK， Park 也Park 也过来 follow up。Park 接 Blink 过去 silent。只一直被抓，鼠怪的那个情况很有一点危险哦。这边有三个冰刀，那个 Dazzle 也一直不知所措，不懂要做什么。因为 Dazzle 做不到东西，一个人他做不到东西。而且对面三个冰刀，他们的那个mobility 也是很强很高。所以你不懂谁会来谁会来，你要抓人，突然间人家来冰也是很难。他们太少 word 了那个 SuGoy。我是觉得他 supporter 是他们不敢走去 word 啊。word 是有 word， 然后你看那个狂 devot， 一直狂使命 devot。买很多 sentry。对他们又没有什么放到钱哦。我想到是 Ruby 也要有 blink 刀了。Ruby 有 blink 刀啊，过后就四个人有 blink 刀。可能等下贝贝讲啊，我也买一个 blink 刀这样。一起 bling 哦，一起 bling 罢了 ，bling 罢了，不要给他听。啊 ，after 这个刀啊 ，Ruby 啊，他们就对面有四个 bling 刀。现在 OD 跟 Bebe 的 farm 是一样的 rate 的。对。而且这个 Bebe 他们的 team 就是一直 gank 一直 gank， 然后其实他们都不用 bear 了，现在只给 bear。Bebe 现在已经有 relic 了，他的钱已经是4300了。哦，可是他不可以被抓到哦，因为。他们上面转着、他们上面去得了。OK， 这里可能他的哦 ，low ground 去，不应该 low ground 去。我看到了，看到了。他 low ground 去，而且对面的 support 已经全部来完了。哎、哇，来坑中抓啊！这里来坑，全部 TP 完了，全部 TP 完了。哦，那个 S 八，哇，这里一个哇 ，Sand King， 那个 Sand King 没？太准了。然后来个跑掉吗？来个跑得到吗？来，来个被 stuck 到一下，刚才。来个还是要死。来个死啊！
上面这边有一个被 TP 回家。这边不过他的人该雷着躲在这个树林里面，就这里 TP 走了。我的 buy back， 哇，这样子鼠龟很有一点不滑哦，又死又 buy back 哦。看一下那个 gold 的 difference， 那个 XQ 已经是领先这接近10000了。哦，接近10000。嗯，一路来都在领先这，没有在一直增加咯。哦，他们的家产也是加。中间哇 ，Ruby 跳刀了，脆了哦，四把跳刀啊、哦，一个跳刀，那个，哦 ，OK， 可以玩青蛙跳哦 ，Park 又哎那个 Park 又买 Cyclone， 又飞又跳，哇，又不见。如果啊，几乎已经是很难抓到他了，要杀他是非常难的。他再买一个 Four Staff 更难抓。嗯。Lycan 在 Radiant 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很难走过去 Roshan 的地方，除非他 smoke。嗯。因为在 low ground。现在 OD 也是在放这，然后这里他们又 four man smoke 了，可能要去 NC 去下对面的 NC， 会遇到他们了。啊，他们已经回了，Radiant 已经回了。Smoke， 主国一也要 smoke 吗？哦，这里 Lycan 会有事吗？他们要抓到 Lycan 了。Lycan，快点！没有，他们去到面那边。没有看到那个莱克，那个可以快点。他们抓密啊，莱克可以安全的回了。那个 OD， 他们抓 OD。上面 ，Viper 要从后面来。他不能了，我觉得他过去他一定死了。哦，他刚刚去、哦哦、他还过去哦，他去收下那个 Pop 了。去哦。OK， 没有事情。很多刚刚冰上去抓 Viper 罢了。啊，外不这样跑还要？那个 SK 躲在这边，他的角度很好。现在等着他们靠近那个岛窝那边。喂 ，Laundry Relic 哦，他只欠那个哦，已经出了 Radiance， 因为垫脚已经没垫子了。哇 ，Net Worth 来讲10000以上，一直都是领先。然后 XP Graph 也是一直领先。有谁知道现在 Thomas Cup 是多少吗？输了哦。是吗？输了啊，已经。我 Housemate 从妈妈走回来啊，就我应该知道那个成绩啊。现在应该是打这第四场，他们那边。不用紧。OK， 我们继续看回来自己 Dota。Sorry， 刚刚离题了一下。关心一下国家大事。他们现在应该是要 push bottom 了。里面 hero 我还是觉得 Lycan 最帅。现在这个 mod 虽然头发是老了一点，那个的头发真的是有点威啊。给 bottom 轻松拿下了 top， 也是他们要换 double， 一个 T1 换一个 T2。 喂，上面可能没有 back， 还是继续 push。Tier 2换一个 Tier 1很值得啊！改善我们要直接伤害 ground 了。先都不用怕，先都直接站前面。然后 Second 在后面等着机会要 Epicenter 了。在 Split Push 的哦，300块，那边熊不见掉了。给 Wiper 拿了300块。上面 Lycan 在 Red 这，现在先都 Blink 啊 TP 回去 Defend 一下。啊。然后来看应该，等他开他狼，现在狼扣到这，然后选择 back 一点，啪射一下，哦那个 ice pump， 喂 ，Rubik 偷了 ice pump，Rubik 偷 ice pump，Rubik ice pump 是非常容易开的啊，因为他没有 delay， 没有 delay， 没有那个 animation time， 是哦，
所以给 Rubik 抽到 Ice Pop 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skill。Jakiro Feiyuman， 哎，340，我最讨厌用那只 Hero， 因为他动作很慢，是不是？是哦。其实只要你强的话，都怎么样都可以中到的你的 Ice Pop。要也是要 teammate 嘛。啪，2000块买 Mon， 来你猜，打赌哦。我觉得是，Hex Style 吗？Hex 啊，舍琳觉得是什么？啊，他啊，不懂他们会不会买那个打光呢？他买打光啊？有啊，我有看过有人玩打光，只是不懂。他买打光的时候是已经是领先这很多，他们才会多数才会用他买打光的。不要紧，我们来看一下，输了喝100杯麦乐冰啊。他刚刚卖了他的 Now Talisman， 可是他却没有去这个 shop 买的。诶，多数是 Hex 哦。啊，我难道被我猜中了吗 ？OK， 看一下啊，这里又来一个 pause。Change line。对对，他们的 line 很差，因为都是住 hostel 嘛。喂。他的 carry DC 哦，OK， 休息一下下，休息一下，了解一下那个 Thomas Cup 的成绩。Thomas Cup， 哎 ，Thomas Cup 现在好像现在是第四场双打。第四场双打，这样分数多少啊？不懂哦，我要知道一下第四场是怎么样，因为第二跟第三都马来西亚输了。嗯，不用紧。OK， 他们够了。够了，够了。那个 Park 会不会买那个 Mystic Stuff？ 有可能，很大的机会。两千七。叫小邦哥，你觉得他会买什么？他，喂，哦，他叫我唱歌是吗？不可以啦，谁叫你唱歌？我没有看到，刚才那个 chat 我没有看到。阿叔，那叫我唱歌。我觉得胖，他还不去买东西哦。他经过了那个 secret shop 也不买东西。所以现在是他的钱让你出来做什么？哇，应该被那个狼打到也就是啊，真的是蛮痛，因为他命才有800多了。哇，Rubik也是有2500哦，他们对哇，然后现在都有3300，对面的真的是太飞了。哦 ，Long Road Long Road， 还不是断处啊？SQ Gaming 的 team， 他们每个 hero 都是非常有钱。他们现在要拿 Roshan， 小邦哥可以 show 一下 net worth 吗？ net worth show 好吗？一路上都领先吗？前五，因为刚刚有人需要一点是5K 以上。唱歌不能啦，我不能唱啊，要叫娜拉狗唱。娜拉狗今天不在。他比较，我这里他们要抢，他们要抢是他们的罗莎吗？卢贝哇，卢贝一个那个胖 million dollar coin， 是卢贝 sorry 胖，哇，再来一个 A B C 的 follow up， 哇，那个 L D 整个 million dollar coin， 变不见变不见，喂，神豆打哈，应该是哦，哦，他包住自己，哇，两边都在打，我要看哪里。OK， stun， 哦哦，多一血，多一血，多一血，哦，死了，Viper也是死，现在来看，哦，最后一把给他烧下去。不过刚好那个希拉贝的 Aegis 没有了吗？希拉贝 Aegis？ 啊啊，对，他的 Aegis 刚刚啊开了，啊刚用掉。
们的奖金只有500块，不用紧啊，钱永远不会嫌多的。500多块，应该讲 million 吗？ million 多的 coin， 变成500多块。拍 MVP 哦。阿苏娜叫我 at 他进 Skype 哦，然后又不要讲话，不然有什么企图哦。他来看你也是吗，麒麟？哈，听声音，听声音。应该不是了。他录不到 stream。哦，一个借口罢了啦。现在 item OD 出啊 ，four star。我觉得他 INT 还是不够，他要多一点 INT。他还是存着钱哦。他还是存着钱，他要直接买啊，还要 save buy back 啊。Rubik 是 farm 这 scepter 的。这场 Lycan 没有什么作为哦，我觉得。他很难 red 啊。因为他很难 red。他 red 也是因为对面太多 blink 刀，又有怕那些要他 red 的话是容易被抓了。我觉得 SQ Gaming 选给他们选 Lycan 也是，我觉得他们很有信心可以 counter 这个 strategy。嗯。你看、啊、他选 Lycan first pick， 然后又选 Jakiro， 很明显他们要拿 Jakiro 的 skill 来磨 tower， 可是这场 game 前面就用不到了。对的。他们第一个就去 aim 掉 Lycan 了。就直接去包来看了。现在整个 game 的 total score 是6-24的，非常大的差距。不用紧，不用紧，我们看一下偶像派可以翻身，有没有的 comeback？ 来吧，哇，先都喊了，有一点难哦。前一秒才讲来吧，然后就有点难了。先都喊了嘞。是比较难啊，如果除非 XQ Gaming 做 mistake 哦， mistake 几次他们就可以打回来。因为 OD 现在他 INT 不够高，他很难打。他有一个 MYDota， 可是 long route 的 farm rate 比他快。现在他们已经上一关了，那个 Jakiro 开了 OD， 只要那个 Wiper 的 damage 对 Central 没有用，因为是他没有什么帮助，然后再开派吧，他们要开命吗？更死！看家 Sand King 的站位很美 ，Sand King 每次摸到一半才进来。Sand King 正等待机会 out 地罢了。OK， 现在神都开 out 地了。OK， 来一个 two man stun。OK， Sand King 开 out 地了 ，Sand King 悄悄 out 地了。只抓了那个 wiper， 他回不到。哦，你看到吗？那个 Abody 的 out 地没有 damage。Park Silent Lycan 回来，刚刚在中间 red 的，我现在回来 ，Run Run， 我又打死他，哦，直接吹，哇 ，OD 又 buy back 了，他 force 到 OD buy back， 这是他第二次 buy back 在整个 game 里面。哦，给到这里他们又来抓了 ，OD 这 force 到走掉，闪掉三个 skill。哦 ，OD 还要去吗 ？OK， 关了 Sando，OK， 被抓回来。SK 没有 stun CD， 给一个很美的 ice puff 挡了。零三哦，那个 K man 死了 ，Sand King 再 follow up 百三多。哇，哎呀，两个死掉。OD 哥，哇，把他关起来。OD first up 好了 ，first up 他进来。OK， 好彩救了到来根，可是救了也是好像挡不到东西。挡不到啊，我觉得这场 game 可以 call GG 了。因为讲真的，他们很难翻，太肥了。你看神都一个 tank 完他们五个 skill 都没有问题耶，都根本就没问题，站在那边罢了。Kevin Custer 很有激情，好啦，我知道我没有激情啦。OK， 激。我一摸啊，阿苏娜，等下你来 cast。第一场 SQ Gaming 赢了，拿下了。拿下了，喂。休息一下，看一下第二场，再去了解一下 Thomas Cup 的成绩。说那个 Casper 回来了噻？不懂哦。Casper 呢？那 Casper 哥呢？
GG。Hello Twitch 的朋友，我们现在会有一个 giveaway， so 你们 at 我 post 在那个 chat 那边 Twitch chat， 你们 at MYDota page at hotmail.com 在 Skype 里面，如果你们幸运的话，我们的 admin 会去 call 你们哦。我们有一个 giveaway， 问题很简单罢了。Selin， yes， 啊，我走先，你们两个先看下一场啊。啊，你走了这样快？我东西要做。啊，剩下我跟小邦哥啊。跟小邦哥 OK 吗？啊，等一下，我们做 giveaway 先。喂，有一个。排队。哇 ，Lexor， 哎，那个谁嘞？Lexa， 好了，等下我做 giveaway 先，可以不要给他吗？不懂。等下我 call 那边先。Hello。Hello， 哇，得空哦，来拿 giveaway 哦。当然，去参加啦，有点紧张哎。你 giveaway 奖品我也不懂是什么哎，你要问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我问一下 giveaway 奖品。神秘礼物 ，OK，giveaway 是神秘礼物。来。啊，
哦 ，giveaway 定义是讲哪 ？giveaway 定义啊，我问你问题，你回答，你对你就拿咯。啊，就回答呀。等等，找这题目。OK 啊，这样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找着那个题目。Oh shit， 开，快点开。做你这样的空来拿那个 giveaway 的。Hello, Mr. Lex。江。做你这样的空来拿那个 giveaway 的。因为我没有尝试过，想试一下哎。哦，住哪里？住哪里啊？绝对不是你心爱啊！啊，就是沙龙。沙龙哦 ，KL 啊，听讲你是帅哥。KL 跟沙龙是不一样哦。那继续来。OK， 我问你啦，很简单罢了。在MYDota啊，如果你有 follow 啊，我们介绍了哪一款 monitor？ iRock 你的头啦 ，iRock。iRock 哪里？Ben 是 BenQ 是吧 ？BenQ。啊，对。然后他的 model， 我要那个 model。是 XL2420Z。哇塞 ，Campage 哦。啊，算你答对啦！算你答对啊！生命礼物，你要去哪？你去买多大 Page 哦？你。at 那个你去 PM 他们给你的资料那些。Alright， 怎样资料？你去买多大 page 哦 ，PM 他们哦。OK 啊。啊啊，你的 Facebook name， 你的 Facebook name 是什么？哦、oh, ，OK， 好。一样，一模一样。OK。OK 啦。收、恭喜你咯，神秘礼物我也不懂是什么。你去 PM 他们呢 ？OK， 拜。Bye，Thank you。Hello， 回来了。Hello。Hello， 阿邦。Hello。你还有 cast 吗？我没有 cast 了 ，sorry 啊。没有啊。不要生气我啦。走开啦，很 gay。你看你吓到人家哦。第四场没连线音量。不知道。我跟你讲一下，我是告诉你，赢了是吧？然后现在要打第五场，最后一场就是单打了，就是2-2啊，2-2喽，这场硬了，然后马来西亚就明天就放假。OK。OK 啦，拜拜。OK， 拜。Thank you, Kelvin， 来今天跟我们一起卡说， okay, 下次有缘再见。拜拜。哇，我家这边很吵哦。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家外面很吵。是什么声音来着？赢了吗？哦。Sorry， 我家很吵现在。我家是空洞来的，我家外面那边很吵。哇，都这样，没有啦，那里可能 solo cast， 美女都进来了，你叫我 solo cast。哇，我耳朵终于清净了，他
太吵了，不好意思大家。OK，Hello，、okay, 刚刚进来 Twitch 的朋友，你们好。今天该 Kelvin 已经不得空了，他出去做一点东西。现在可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女哦，跟我们一起 cast， 你们猜她是谁？在 Twitch 那边写。我看到我 screenshot 我 share 出来。OK 啦，这个比赛。啊，他要跟你们讲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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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Celine。OK， 上一场啦，是SuGoy输给 SQ Gaming， 然后现在是第二场喽，看一下他们这一场可不可以翻回来喽。然后这个比赛呢，是由 Plextor、BenQ、MSI Gaming 还有 iRox 赞助的，然后感谢他们赞助我们这个比赛。OK， 我们直接进入 drop 啦，不用讲多。Lycan 中 ban， Santo 中 ban， Invoker 中 ban。他们很怕 Santo 那个 Santo 了。Invoker 跟那个 Bad Rider 也中 ban。喂。诶 ，Sanking 又来。Sanking 跟 Darkseer 的 combo， 你有看到吗？那天也是他们用了这个 strategy。那个那天我应该是没有看到啦，可是我相信他们应该是那个 Darkseer 去拉了他们，然后 Sanking 直接跳过去 stun 是吗？啊，我有知道的哦，不是盖的嘞。少。哇，这样你平时有玩啊？有，我有玩，可是都是那种放假玩哦，所以。对，等一下，你不要问我太深奥的问题，可能我不会帮大家解答，我只会讲那些简单的。哦，不用紧啦，可以的。这样，add你咯，下次一起打哦。你会太高 level 吗？我怕被欺负，我不要欺负我。没有，不会的，放心，有 Casper 在，现在 Casper 不在。哎。他还没有回来，他不是讲 second game 要回来 cast。不要管他了，他去考虑了，考不到应该是 emo， 在街边喝酒。哎，AA 中选掉 AA 也是 OK 啦，因为你他的奥地哦，你炸到人的话，他们就算有 mecha 什么都 heal 不到。嗯。Clockwork。说呢 ，Clockwork 的 Clockwork initiate， 他随便 hook 中一个包你在里面哦，就。其他 teammate aim 别的就是等于五打四哦，所以其实很好玩。看一下他们接下来会出怎样的 draft。Doom 哦。Doom 中 ban。Doom 中 ban 应该是属于这边会再拿那些很多 skill 的 hero 啊，因为你 Doom 哦，其实你可以克很多 hero。嗯。他那个奥迪啊，全部啊，哇，很险啊，给他都秒过，直接变废柴站在旁边看细胞。Amber 一样。Amber 中 ban 也是因为就算他刚刚中的法，他的那一招也是很痛一下。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因为你随便这样砍一下，如果人多 supporter 在旁边也是倒。5 seconds remaining. 哎，有人讲我有 echo 啊。Echo？ 你有听到我这里有回音吗？没有哎。没有啊。应该是没有 echo 了，没有回音。来看看一下。Radiant team pick. 哦 ，XQ ban 掉了。OD。OD。可能是他要 mid 打一个比较 passive， 我觉得，因为你 OD， 你对到那种 park 啊那些啊。他还可以去 gank， 如果你打 DK 那种，你一直吸哈嘛那，一直吸哈嘛那哦，他也是做不到东西，他靠近你就射好。
所以他觉得，我觉得他们这里会选一个比较 passive 的 mid。Reserve time。来看一下，如果是讲比较 passive 的 mid， 是有哪几个 passive 的 hero 啊？比如讲 DK 啊那种比较要 farm 的 hero 啊，其实 OD、OD 算是一个 passive mid， 就是要一直去 farm， 先 farm 出到他的 item 先，然后他的 gank potential 没有这样好的那种 mid hero。如果是讲比较 aggressive 的 mid， 就是 invoker 啊、pack 啊那些，比较容易 gank 人。哦，那种 skill 比较多的就是 active 啦。啊，那些不是很需要 farm hero 前面。哦 ，OK。可以这样讲。Miranda， Miranda， 他们选 Miranda 这个 hero 其实是一个很好选择，因为你不懂他到底是要玩 support carry 还是去 roam， 因为他可以走的 lane 是太多太多了。你根本猜不到他要走什么，有时候，然后现在选了 Lifestealer， 他们应该会拿一个 Park 还是什么之类的，可以玩拿 X 的 Bomb， 或者是直接去 Clockwork 那边，你 hook 到一个 Hero 直接包在里面，也是对方基本上是死了啊。这样如果 Miranda 是玩 Support 的话，这样他们会选什么 Carry 呢？要来克那个 Lifestealer 还有 Clockwork。 其实还有蛮多选择啦，如果是你他们可以拿一个多一个 Semi Carry 去 Mid， 这样子的话 XQ Gaming 根本不需要一个 Hard Carry 了，因为你拿多一个 Semi Carry 去 Mid， 你有 Miranda 可以给 Damage，然后中间那个 Semi Carry 又可以给 Damage， 基本上 Nix 只能 aim 一个吧。我很想看会不会有人选冷门的 hero Dazzle 哦，一样啊，比较少难选冷门啊，除非是讲选米波很冷门。我也是想看人家选米波。Dazzle OK 啦，哈 ，so 现在很明确讲 Darkseer 走 offlane 啊 ，Dazzle 跟 Sand King support Miranda。跟他们一起走哦，然后现在是差一个 solo mid hero 吧。现在SuGoy这边他要拿多一个 supporter 跟一个 solo mid hero， 可是也不一定，因为我看过 AA 他走 mid 来打，可是没有很理想啊。先看看一下，期待一下他们的 draft。SQ Gaming， 现在比较期待他出顶哥，因为我想看他的顶哥很强。哎，啪！哦，他们拿了啪。也没有很意外，因为 Nix 跟啪配合都 OK 的，每次都是这两个 hero 配合。看一下 SQ Gaming 拿什么 mid， ban 了 Disruptor。他们会不会拿了一个那个 BS Silent 那个 Park， 然后那个 Park 做不到东西，然后 Audi 他要跑的时候就扣血了吗？这是一个 mid 看啊，因为打 Park 也是可以，他们也是可以拿，这是一个 mid， 可是这样子来的话他们 hero 优势没有这样好。哎， TA哇，又是 ban 顶哥，他们真的很怕他的顶哥。哇，那个 Twitch 那边有人可以预料到 XQ 拿 TA。对，因为他的那个 solo mid player， 他有三个 hero 都很强 ，Park、TA 跟那个顶哥，这。几个比赛他都是一直在玩这三个 hero， 我看到 TA 也是不错，因为他打 Park 他不会输，
他有那个秀啊，怕要一下一下这样打，除非他们是 Viper 的话 ，TA 就比较难打。嗯，然后还有那个招。哦，那个招很讨厌。最后五秒，四三。哎，又是假 Kiro。希望他们不会像刚刚这样很迟的那个那个 Ice 咯。也一样的人玩假 Kiro。So SuGoy 这边这次换地方再待一。一样的人玩 Twin Head Dragon， VDD 打 Twin Head Dragon， Mike 打 Clockwork， 然后他打 AA， 013打 Park Mid， 然后他的 Carry Player YZW 打 Nax。 在那个 XQ Gaming 这边 PYC 他们 Solo Player， 不是 Solo Player， Sorry， 他们的 Carry很出名下的 carry 啊，然后他打 Mirana， Kyrios 一样，他打 Sand King 没有变 ，DV 打 Dazer， 然后他的 mid player Wing 打 TA， Top IMCK Solo Daxio 咯。就 OK 啦，他们我觉得那个 Kyrus 已经显了啊，他打两场都是打 Thank you， 可是这样他应该就比较熟了，可以帮到他们的 team 咯。他的 stun， 他 stun 很美，每一次他的 stun 很美，上一场真的是他的那个角度很好，所以现在 Jackie 哦，他没有看到那个 rune， 有看到了。Jackie 哦 ，OK， 飞快点了，不要飞太慢了。中间 TA 打 Park 应该不会输，因为还有那个照。OK， 还要去 gank 了那个 TA， 直接喷，可是喷他第三招。可是没有什么作用，只吓吓他。Top 的话呢？Top 的话 ，Duxia 也是能 farm 到，因为他很难熟练啊，打 Life Stealer 的话。下面 Mirana 就做到也是 OK。嗯。现在 Clockwork 可以，他现在不能太过，他不能越过这条线，他越过这条线的话就很危险，因为他的 support， 他又没有 Ward 在那边帮他照旁边，所以他要去跟 Mirana solo 是很难的，他只能 farm 自己的，他可以用第三招 farm。哇，中间哇，这样快，中间 level 3了，嘿，体验走很快啊，305 speed， 下面 OK 啦， Mirana farm 到也是不错，出血直线。上路 Jackie 一直磨那个 Duxia 的 HP， Duxia 出到 Soul Ring 了就应该可以躲到比较后面，现在他出去也是很难，因为两个 Hero 一直射他，然后他的那个在那个 NC 那边的 Ward 也被 Reward 掉了，他现在很小心，现在有一个 DD Room DD， 他拿了 DD，他没有过去 gank。喂，小鸡要来了。Dire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这个 laser 帮那个 Sand King stack 一下，等一下那个 Sand King 很快就会，他用 Sandstone farm 哦，他大概10分钟到12分钟就会出一个 dagger。哦，那个 top 那边 Mirana 哦 ，TP 回啊 ，Mirana 直接 TP 这边。Mirana farm 着。Lazo 还在 level 1 哦。哦 ，button 被发现到了那个。哦，那个 stun。可是 Clockwork 有那个啊，哇 ，Mirana 在上面。哇，还是冲过去。Mirana 跳过那个。刚好他的他一出了那个 mana。哦。我觉得 Mirana 的那个反应很好。他这样子做。下中间的话还好，还是一样。Top 那个 Darkseer， 哎，有了 Soaring。Regen Room 被 Park 拿了。中间。上面。上面 sorry 出啊，应该 OK。哎 ，Ducks， 哇，那个 Live Stealer 四分钟就出啊 ，Facebook 哦，现在很恐怖哦。嗯。中间，中间，中间没有什么动静。两个都差不多，两个都一样放 ，Live Stealer 放很快，现在 Mirana 反而 Last Hit 没有拿到多少。因为 Life Stealer 可以讲很肥哦，他现在买这个 drum， 现在两边好像打到比较小心，比刚刚上一场比较小心。那上一场那个 XQ 一开始就是去开始去 gank 了那个 SuGoy， 现在他们。是在给那个 Nike 放钱。SQ 那个 Sand King， 他现在 farm stack 着这个 NC 哦，他一下子多一下子就 dagger。下面 Mirana 还是在 farm 车。这场 game 有一点 safe 哦，两边都玩到，有一点安静，没有什么那种突然的。Sand King 拿到那个 rune， 很好的反应。来看一下。那个 top Darkseer 也过不到，哦，中间 slow 到他，可是他不要 over commit， 他去了他会死。那个 illusion 可以帮他扑一下 creep， 哎，52秒 53，拉了拉了。下面现在米兰娜他们可以快点去破那个 tower， 那个丁哥还没有 ，eight clockwork 还没有回来。米兰娜选择买米达，他要快过那个 Nix， 可是我觉得 Nix 现在翻的速度快了很多，慢慢追上来哦。中间 A 怕。他拿了 Sentry 哦，他拿了 Sentry， 米拉娜，米拉娜，你觉
这个 game 这个 game 有点太 safe 了，现在很难看到谁会优先，谁会赢，都很安全。太过安静了啦。嗯。你去跟他们讲，来开一点战争。太过安静了。中间那个 TA Facebook 出哦，现在 damage 会比较高。那个 Park 也刚刚得到了他的鞋子，两边都有鞋子啊。Nazo 在后面那边，应该是要 gank 得到那个 Park 吗？那不能，那 Jeffy 在那边。哎，他们过去那边那个，哦 Park 哦。好彩好彩，跑掉了。哎，反正是 TA 哦 ，TA 死掉，他的第一招酷刀者，要冲去杀人，反而自己被杀。Power 已经在上面等住了，他现在 level 7，哈哈，直接冲他。哦，一定抓到了，哦没有，刚好。哦 ，miss 掉。Mirana 的那个奥蒂救了他 ，TB 了。他不懂，应该是觉得他 EV 了就走掉，嗯，结果他在里面 EV TP， 然后 Modern Mirana 放了很爽 ，Midas 哇，他 Facebook 出了，现在猜一下还要出吗？我觉得他会出蛮大还是什么之类的，应该是蛮大吧。最普遍的，因为他没有 TA，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他是需要 attack speed， 嗯 ，damage 过后 bump 上来也是 OK， 因为有 TA。现在中间他们上三个 hero 在中间，应该是要杀不到他，他被射到很痛。Lifestealer 看一下，Clockwork 准备奥迪吧，他一直准备吧，可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他有没有机会出道作为。嗯，哎，这两个我面对面，你看我看你，下面的塔爆了 ，Next the last hit 现在是最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net graph。哦 ，SQ Gaming 的那个 net graph 赢着哦。OK， top 现在开战了，那个 SK。哦 ，miss 掉。哦。哇，那个 grave 很美。他应该来得及跑掉，可是没有，不能，他的 clockwork 现在 SK 被追着，米拉娜奥迪他 bling 掉楼上面要杀那个 clockwork 死掉，哦那个 coin 中两个 coin， 哦他们两个还不回，哦那个 TA TA 死了，跑不到了，多一多一多一射不到，一个换三个，而且这个 ward 差了，根本看到 laser 在那边。米拉娜对米拉娜直接买蛮大。下面，下面那个 clock 我下去了，中间，谁在中间？上面。我现在还懂那个 AA 在 level 5吧，他还没有 level 6。上面
上面我看他刚刚有出来那个泪那边打，可是我做梦他的那个哦 level 六了。刚刚 level 六也是 level 五哦，也是。Oh shit! Our team is still 抓不到上路来。但是 top 那边他们现在哦，他们看到他了。看到了，因为这个 ward 看到他了，他们看到他了。哇！直接变过来。哦，抓到抓到！他逃到吗？他逃到吗？他被追追追追追！打打！对，来到了。哦，他们全部 TP 来了 ，TP 来了，那个 SK。三 K 机来的机会来了，还没有事情。SK 都是玩那种躲在后面有窝跳出来那种，然后就快点躲着那种。他的玩法整个躲住罢了。嗯，就是那种突然间突击的那种。哦，那个 L 哦，没有中到，哦，差一点点。PYC 现在 farm， 奈现在领先那个 farm， 可是他 item 还在 stuck 着蛮久。哦，直接进，哦，那个中间，哦，那个 stun 的 stun。哇，碰到。哇，三 king 的奥迪真的是很美，好吓死了！那个 AA 的那个奥迪 ，A 奥迪杀死了 TA。哦 ，pop 令进来 ，K Mirana 安全。现在可以来讲，刚才 Darkseer 也不在。So 他们还没有 perform 到那个 Darkseer Sanking 的那个 outfit。嗯，我比较想看那个，可是现在他没有那个 dagger 啊， so 还不能。中间啊，现在是还要拿一个 mega 生产的那个 dagger。米兰娜的曼达，嗯，没搞错啊。K 啊，现在跟 SK 走一起。其实他不一定要叠个，也可以 perform 到那个 combo， 要看他们的站位。SK 的站位是很好，可是那个 Darkseer 现在还没有做到什么比较伟大的事情，所以比较难 predict 他的站位到底好不好。因为他没有 dagger 的话，他是要那种冲出去啦。可是他现在他冲出去的话，又有点危险。喂，那个，哦，oh, miss， 哦，那个 stun 到 dagger， 直接 stun 过来 ，thank you。那个奥迪，后面 clockwork 看到了，现在米拉娜 stick 在那边，死哦，出不到。没有人打的。米拉娜，米拉娜也不能走哪里。那个奶直接过来，拿完他们。哎，多一hit，收死两个哦 ，Dazer 又死了，也是完了，也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TA 回来，哎 ，TA 又要过去啊 ，TA 去还会死哦 ，TA 白背啊，所以他们总共是杀了五个人，其实又 force 到 TA 白背，哇，这样很不划哎。对呀，那钱少了，很现在。现在那个钱又跌回去了。亚莎还有那个 Facebook， 能推倒那个刀位，他们已经，哦，这是他们第一个刀位。T 也是没有买 Dagger，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站位很有信心，因为他需要那个 Initiating。哦，哦，那个 SK Dagger 过去了。Park 走掉 ，T A T A T A。哇，那个趴在树里面，他躲在树里面，没有人看到他。哦，出来哦，出来哦！他 miss 掉那个 SK 了。Thank you, stun， stun 着他。还有第三招，所以应该不会死。
成功飞掉。哦 ，Sanking 又美，哇 ，Sanking MVP， 很美的三 ，Sanking 的三，他 bling 过去直接三了。上面 Nice， 哦，打米亚娜，米亚娜有跳，应该不用紧。哦，跳掉，哦，啊，杀掉啊！他拿到那个 Q 了。他跳掉又杀掉啊！这个 Sanking。躲住罢了，整个 game 是我也是很讨厌。现在是他们要 aim 那个 sanking 哦，也 aim 不到，因为他们不懂他会躲在哪里。然后如果我们冲出去的话，随时随地这样突然跳出来 stun 一下，哦，完了。他们那个 XQ 的那个 backup 又很快哦，如果 stun 一下，全部 TB 过来就完了。可是现在你的偶像派赢着嘞。不懂会不会翻盘的，因为现在差三个，刚刚是差很远哦。是哦，现在差三个，是看是看那个 Nike 跟那个 Park。是哦，因为这场其实 TA 他没有买雷哥也是很难进去 initial， 现在 TA 应该是要买 BKB。因为他们的 skill 太嘎叫了，还有一个 BKB 比较容易做东西。嗯，还有那个，对，还要 BKB 来，然后那个 clockwork 那个 skill 才不会嘎叫到他。上面 Nike Armlet 出啊，我首先看一下他们的 item。Park 那个。蛮普通的 item 啦，基本 item 都该出的都出了。现在那个 Dazzle 他 smoke 有没有做到什么？哎 ，Dazzle rotate 这过来 ，Mirana arrow 射中吗？哎，我没有 ，miss 掉。太短了。Jin Dragon 射 ice， 他 stop 掉了。喂。Nice 进啊 ，Park 里面，看一下会不会他直接出去 Nice bomb。哦，在等着等着机会吧，两边 ，Sand King 站位站很好了，然后那个 Dark Seer 有那个 Vacuum 嘛，他们就是要等那个鼠怪再走上来一点点那个。SK， 嗯，诶 ，Mirana 跑了下去，然后还要那个 defend 上面的刀位先，他不打算 gank。我怕想杀掉 POTM， 因为还有 silent， 然后他又带着。那个哎 ，bring 出来，奥迪杀，完了完了 ，POTM 死了，拿到 POTM 现在没有那个，他 item 会慢下来，因为中杀，现在有一点危险哦 ，SQ， 对他们只要一直 aim 着那个 Mirana 跟那个 TA。Park 的 item 也是 stuck 了很久。Smoke 了，他们 smoke 着去抓这 call， 可是不在。他们跑回去了，跑回去了。抓不到。哦，看到了，看到了。跑回来呀 ！Stun。他怎么跑回来？死了。那个。哦，中奥迪。Park。我、oh, nice bomb， nice 在里面抓掉了那个 Dark Seer， 现在全部抓着 TA 应该跑得到，也没有他的 ice 哦 miss 哦，闪掉了 miss， 然后现在是下面那个 Dazzle 他还不他没有 TB， 他 TB 不回他，哎来个 pause， Thank you DC。OK， 来休息一下，了解一下国家大事，羽球打到怎样了？
你应该喊一下你的家人，他们应该会跟你讲吧。他们在外面应该很感动，看着那个比赛。没有，是 housemate 来的，他们在看着比赛。哦、oh, ，在我后面看比赛。哦、oh.。来，我们来支持一下 Malaysia， 耶、yeah, ，Malaysia 不累。哦，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你是他系学生啊。啊，对啊。哦，是大班。嗯，我跟 Casper 同校。哦，原来。回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来了。还没有勾。在等什么呢？现在雷是很危险，因为他没有 TP。对，然后那个 Creep 又在那边看到他 ，My problem。他们在 Skype。上面来看一下羽球哦，这场赢了，我们雷射就赢了。多少了、啊？那分数？输一场。现在输，现在第二场。啊，来哦，来哦，来哦！看他会不会死？哦，走掉！哦，危险！哦，他闪掉那个 ice bar， 可是我觉得也是死，也是死了。四个围住啊打，他中枪尖了。喂，怕。然后他的 teammate 也是没有办法，不能 TP 下去救他。来不及哦。SK 现在就跟那个 Duxie 一直黏在一起。我看他们也是想一直希望那个 combo 能做得到。哦，到现在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如果后面 fat 了的话更难 combo。嗯。嗯。来看一下，喂 ，TA 要 BKB 啊。所以他们的 NC 被挖到有点危险。现在可以讲SuGoy pressure 着他们，因为他们拿住节奏。对。然后他们要放你很难放，现在 Arrow 中了 Clockwork。哦，中了 Clockwork。他们都站很远，所以做不到什么，只能吓吓他。中路我看那个米拉娜那边又一个人跑去那个 NC 那边，他们会不会又他们又下来了，他们准备下来了，他们有 what 有 what 可以看到，他们看着他了，他们应该是要下来。哇，米拉娜也要放 BKB 啊。
OK， 米亚娜要放 BKB。那个 SK 在等着，没有，他又退回去了。现在那个钱越来越跌越多，输过又要赢着，钱有一点跌回去啊。他们 smoke。我要去抓，我要抓米拉娜了。那个米拉娜很危险哦。也没有哦，他们跑去打罗山哦。打罗山先。他们应该知道啊。哎 ，L 秀过去，看到哦，射到罗山。Thank you, 得够不到。我觉得如果他们，哦，反正是那个他出来，那个他出来杀了他们。他们站位有问题哦。米安娜，喂 ，Arrow miss 掉。哎，那个，哦。哦 ，Thank you， 体验。抓不到，抓到吗？那个怕，哦，好逃得到。米安娜，那个 Jackiro 现在隐秘着过去找他们两个，因为那个他在那边附近，在等那个 Jackiro 过来的帮忙。哇，这个怕！哦，那个 Ice 中了，那个 Ice 中了，那个 TA。有那个 Pop 杀不到，那个 Pop 杀不到他。哦，他们被包围，我觉得不应该打了。他们因为他们一直要抓那个 pack， 那个 pack 很低，可是他们不懂那个 Jackiro 在附近。哇，这个 pack 又闪掉了。Well play pack。喂，快过去抓到了。可是两三只 hero 在那边，他 force stop 掉。其实刚才他们两个不应该追啊，追一个 Puck 追得很辛苦。是啊，应该是直接 back 啊。Radiant's middle tower 都大心里骂 Puck， 应该可以偷起来 upload 去那边，最后 escape 了，也很幸运。他们刚刚在打 Roshan 的时候，如果他们那个 Darkseer 跟那个 Sank 站位好的话，可以跳过去。吸他们 vacuum， 然后那个 SK 跑去山，可是都来不及，那个胖直接发现他们直接冲出来，甩了他们。这个给我想到那个 free to play 那个 Dandy 玩那个胖的那个时候，哦也是在，哦那一幕，也是在罗山的时候。对，这样直接一发现到他们要过来 gank 的时候，一跳出去吸完全部。Million dollar coin， 可是比赛只有500块。可以啦。可以啦，那个 pack 应该不错，可以想象自己成哪一幕，全部人在看着他。SQ 现在 vision 不够啊，在整个 map 里面。他们看不到，他们现在 Go Graph 跌回去，已经跌了，输过现在领先着。原来一直场都没有戏了。哎，射射，他们要拿 Tier 1 Tower。不懂会被被你带。Miss 掉。米安娜，哇，他跳错边了！米安娜跳错，因为接不了他，他们有 Dax， 哦，那个 Dax 也玩。米安娜跳错边，也玩。Sand King 也是做不到恐怖 ，JTP BKB TP。来个 Boss。
哎呦！他 stun， 然后开 OD， 结果中 stop。比赛 continue 哦。There's a 还站在那边。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应该是很难翻盘的，你认为有机会翻盘吗？SuGoy mistake 的话就有机会，因为他有两个 initiator， 那个 clockwork 可以远远就飞那个炸弹哦，像 king blink 这个，一中了像 king blink 完全变不到。他们现在要快点拿那个 top tower， 然后就快点 push。那个米兰娜又有点太远 stun， 他每次就算 stun 到也做不到东西，因为太远了。他现在的 item 已经是算蛮快的，31分钟出这样子 item 是算不错。玩家 thank you。喂 ，miss 掉。你要下来，就是要等那个，他就要等那个 Jackie 那个 stun 一 stun 准，他就直接跳过去了。姐姐，哦，那个米拉娜闪掉，再跳出来。那哦，在那个 Dexio， 闪灭掉 Desert Grave。哇，很美很美，看到了看到了，可是没有作用。那个 SK 被 Dexio 掉。Desert， 哇，体液中 Ice。上面，哎呦，这样子难哦。那输血这里。这塔位应该是没有了。这塔位倒掉了。Radiant's top tower has fallen.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现在，那个 SQ Gaming 要翻也是。哦，那个三中了，哦、那个帕跳过去的。吹牛。Dazzle 很危险 ，Dazzle 很危险。哦，那个三。是，没有奥迪，还没有奥迪。那给我来得及吗？来不及。掉啊！在那个，我、哦、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他还在跑。哦，他 bling 到树里面。喂，在同时，我们国家羽球17-15输这三分。啊，对，17-15，排谁两分，不是三分。这是第二场哈。最后一场啊，最后一场输了就输了。刚刚1-1啊。
2-2现在。2-2。哎，没有，不是，他们这个是打第几 round？ 第五 round。那个男单哦，我是讲你讲17-15。哦，第二场。第二场啊。输的话打第三场就 OK。85啊 ，Oh shit。谁失败？印尼。啊，日本失败。来吧，没有人要窝吗？今晚我们不要打仗。他们现在很怕，如果做 mistake 的话，哦，他们就很危险。哦，也对。因为他们也是剩下那个，他们也是很危险，像他们的刀握也是被爆完全没有第一排了，然后第二排一般的命。我还想他们那个SuGoy也是很怕，如果像刚刚那个场面的话，他们就会给那个 XQ 有机会 push 了。嗯，XQ Sand King 的钱也是算很多，1900块。Dark Seer 现在只能这样子慢慢 push 的出去吧。上面中。Rex 了过后，还有一个 Range Rex， 上面中 Mini Rex 了比较难顶。Nice。他们就一直要等 Rosan 拿了 Aegis， 然后 Google 一推。嗯。可是他们没有拿，他们现在 Smoke 着，他们要去 Gank 他们了。O T A， 你有看到？抓到 TA 直接被 hex， 中 hex， 他从 hex 那个胖也直接，哦，抓到两个。T A 就给 supporter 杀，然后那个胖跟 nex 就直接跳去前面。米拉娜跟 dez 来得及跑，跑掉了。哦，他们两个都被 stun 到了。哦，飞过去。米拉娜被追到。哦，开 BKB。Dazzle 没有，现在米拉娜。那个 Dazzle 救了米拉娜。哦 ，call GG 了。GG 了。喂，准备第三场吧。原来我们的国家 Thomas Cup 现在在很紧张的时候，我们还有30多个观众陪着我们看我们的 tournament， 谢谢你们。我是很想去看的，其实。你开两个 screen 啊？在后面吧，在看着。十八了。十九十八了。哦，追上来啊！哇 ，sorry， 我家有一点激动。19-19啊，现在多少？等一下啊，赢了，赢了啊！我是赢了，哈
还有多一场，艾瑞利爆，艾瑞利爆。等一下，赢好，来第三场。哦 ，start 了，来。哈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Radiant Team Ban。Celine 抛弃我，所以现在剩我一个人 cast， 现在有点 emo。刚才SuGoy赢了第二场，所以现在是第三场比赛，看谁会赢啦。10 seconds remaining。Dire team ban。10 seconds remaining。Radiant team pick。Dire team pick。哦。10 seconds remaining。5 seconds remaining。Reserve time。OK， 现在回来比赛。Ben Invoker，Ben 了 Bad Rider，Ben 了来。ban 了 Lycan， ban 了那个 Sando。SQ Gaming 又选回一样的 strat， 刚才也是 Darkseer 还有 Sand King。现在看上一场没有将，诶，又选回一样的 Hero 鼠龟，也是 AA。唉，又是一样的 Hero。10 seconds remaining。5 seconds remaining. Reserve time. Oh, NA. Radiant team ban. 选 NA 了，看见他们要做什么。Dire team ban. Ten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Next assassin 中选，看一下他们会变什么 hero。哦 ，Park 中 ban， 对啊，上一场他们 Park 玩得很好。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Reserve time. Dire team ban. Ten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Dire team pick.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Reserve time. Radiant team pick. Wow, Visage. 传说中的 Visage 哦。 DV 的 Visage。 XQ Gaming DV 的 Visage 是不错的。 5 seconds remaining. Reserve time. Lai lai lai, 选多一个。 哇, 我家外面 羽球很多段。 OK, with king, 来。 Dire team pick. Ten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Reserve time. Radiant team pick. Oh, we will. We will. 看下会是什么 pick. 5 seconds remaining. 我不会讲啊。 Reserve time. 我们来讲一下别的语言。 哇，这个 pick ban 很谨慎，Jackiro，哇，那个人玩 Jackiro 也是会玩到险的啦，哎呦。Dire team pick. Yeah,
5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Queen of Pain. Whoa, GOP. Pink. Queen of Pain. Queen of Pain, Queen of Pain. Ayo, 这么一直 ban 顶哥，给他用一下顶哥嘛。5 seconds remaining. Reserve time. Amber Spirit. Okay. Okay, Amber.好吧，来，现在到我一个 solo cast。马来西亚现在有一点输，这时候我的心情有一点 emo， 可是还是要做工。OK 啦 ，Win 打 Middle QP， 然后 PYC 打 Neobin Weaver solo offlane， 哎 ，solo top 哦。下面是 aggressive try lane， X 那个 I。IMCK 打那个 Darkseer 一样咯 DV 的 Visage 他们是讲不错 Sand King 一样的 player 打他已经三场打 Sand King 了 YZW 打那个 Wave King 然后 Na 打 AA 中间呢013 Solo Mid player 还打 Amber 对 QP 是不错因为还有那个 Mana Shield然后 DD 一样，他也是打了三场的 Jakiro。上面 Mike 打 NA 哦。哎，呜、哦，下面又 Ward 了，下面一个 Ward 了，可是他应该看到。The battle begins。哇，他们直接冲哈！哇，stun。哇直接冲啊哦那个 first bird 很快哦中间就 Queen of Pain 中魔I bring down. 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哇，其实我很想喊，因为以球赢这。中间 Queen of Pain 打不到很多，因为他们 one two lane mid。只要确保那个 Amber Fed 他给那个 Q,、Amber 一点 item 出了比较普通的 item 先就比较容易做可是现在 Supporter Rotate 来 Middle 哦 Sand King Stun Queen of Pain Queen of Pain Level 2 吧哦 Visage 炸吗炸打不到哦 Last hit十一地命，十二地命，走掉。上面蚂蚁打甲虫。哦，两个 Iron Shield。
invi 这 骗我骗也去不到，因为 level 2爆。如三个 mid 啊，现在 OK。Stun！ 哇，那个 Iron Shield， 你多数死了啦 ，confirm 死了 ，Vicious 的招都不用补上来。哇，现在 Netgraph。Queen of Pain level 3，完全中 Amber 压着。哦，那些 QB Blink， 还不要回家，普通刷你一刀就死了哦。下面 stack， 他们要 stack， 哇 ，try lane， 下面好像输到很惨，三 level 的 wave king。喂 ，sorry， 没有看到上面。Amber.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You have been. Wow, 两个 Iron Shield 开了。Stun. Darkseer. C 回来。哦 ，Triple Q 吗？三个死，哦，四个 triple kill， 中间 Queen of Pain 又死掉了，没有看到，上面哇，上面哇 ，PYC 又死了。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enied. Oh, Queen of Pain, Queen of Pain, Queen of Pain, 危险。Oh, Queen of Pain, mistake 啊。
现在看这场输过可以拿下 SQ Gaming 吗？因为现在分数是1-1哦。哦 ，Queen of Pain，Queen of Pain，Queen of Pain 现在 Under Level， 你选 Queen of Pain 哦，他前面就要打出他该有的气势，不然很难玩啊 QOP。而且现在他输 Amber 4个 Level。下面他们要拿 Tier 1 Tower。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ire'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Oh, QP 又死掉，哇！Queen of Pain 这场做不到东西， Amber 根本没有加 Mana Shield， 他根本没有加 Flame Guard， 也是打得过 Queen of Pain。 Queen of Pain 根本这场出没有做到他该要做的东西。很痛， Supporter 几乎要死了。哦，很美，喂、哦、，QP 要死了吗？多一刀，多一刀。现在 Queen of Pain 根本做不到东西，他一出来又死，一出来又死。现在5 level 就一个血，而且 Amber 现在又9 level。哦 ，Dark Seer 要死了吗？这样子下去很难哦。来看一下，现在SuGoy追着回去，喂 Amber 哦，中间刀要爆了。上面 Weaver 也是没有放到很 fat。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请问我们要分两位？我不想看这种哎，21。哎，奥迪，奥迪，中 ！Amber 冲！哇 ，Amber 直接冲过去！看到了，哦 ，Sinking Sun。哇，这个 Amber。Is under attack.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Whoa, Vicious follow up skill. 很痛啊，这招。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哇 ，QOP 还在五 level 啊 ，Solo Mid 12分钟五 level 真的是有点太过低了啊！而且现在 Amber 又过来了，因为一找到他，哦，这样子砍过去，他差不多要死了，又来 Solo Pick Up， 哇 ，Amber 直接飞掉。Di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T， 不好意思，大家，我 DC 的，那个窝看不到。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Oh, Ember Spirit 这场做到很多东西。Okay.Meanwhile, Malaysia 输了，现在有一点悲伤，有一点 emo。你要我怎样继续卡下去呢？喂，现在SuGoy的气势慢慢带上来了哦。那个 Ice Puff Skeleton King 三哦 ，Sand King Sand King Blink 进来奥迪哦，那个奥迪。可是 Wave King 有奥迪，所以他们还要杀他多一次。Amber 又回来了，这个 Amber 打得很痛哦。Amber 哎 ，Amber 不要打吗 ？QP 出来了，奥迪。喂，他奥迪什么 ？QP 奥迪刚才没有中，可是他普通打死他。Amber 回来，这个 Amber 太过废了。Queen of Pain 现在很 under farm， level 也没有，这场他做不到他该要做的东西。现在他人家蜀龟这边有两个 carry， for 那个 XQ Gaming 也是有一点危险。Amber Spirit 前期压这 Queen of Pain 很，已经压制很多了。啊，我吃东西一下。哇！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Radiant's top tower has fallen. Haste. 看一下这场谁会赢呢？
因为前面 Swift King 被压着，可是他现在 item 出来哦。虽然前面 aggressive try lane XQ gaming 赢着，中间的话 Queen of Pain 根本做不到东西。哦，那个 mana shield 没有了，打回去吗？打回去吗？奥迪。哦。NA 被 take down。来看一下，看一下怎样哦，这两只鸟哦，stand到啊。Dire'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16-15，很紧张哦。现在看一下 net worth， 本来是 XQ 赢的，现在回去一点点。Item build 嘞。item build 其实可以讲 SuGoy 的 carry 要有的 item 都现在 farm 着到一半，可是最重要是那个 Queen of Pain， 他现在只能 aim supporter， 完全其他东西做不到。哎 ，miss 掉。哎，我看到你了 ，Casper， 你看。全部人丢下我一个，那个另外一个表示喂哦、oh, ，Queen of Pain 又要被看到了哦， oh, 不要拿哦， oh, 不用紧，还有 Bling。Di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看一下，看一下，啊啊！要中了，要中了！喂 ，Queen of Pain Blink 去哪里？怎么啊 ，Blink？ 哦！我一直打完一下都是32了。哎，这 Queen of Pain 也是尽力啊。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可以回来吗？哎，看哦，来来来，看一下，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现在他们要出那个 combo， 看一下可以吗 ？Dark Shield 有点个，可是。他们要想哦，他们要杀六只 hero 哦 ，Wave King 有 out 哦，他们站位现在准备好哦，不可以被 Amber 砍到，不然 Blink 不到。哦 ，NA， oh shit， 那个 out 炸到 VCH 根本出不到东西，他们 aim 到一个 Wave King 了，基本上还要杀他多杀多一次，哦还要被那个 Jack Hero out 手走掉。哇！一刀 ，last hit。喂 ，Amber 死了哦。QP 没有不够满啊。他们 buyback，Amber buyback 直接飞过来，没有等。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来看一下，喂，拿下塔尔。
Dire's top tower has fallen.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就P0坑 Weaver 给他，他零零七可以做一点东西先。 不是啊，10 level 要 nuke 到其他 supporter 也是很难。 诶，现在Go Graph 又上回去哦。 Amber Spirit 的 Amber Spirit 其实它 item 也是 stuck 很久啊。 Jakiro 喂，不错啊， Jakiro 很 fat 啊， Mana 不错啊， 诶 Mana 不 Harpon 要不要买啦， 它 Mecha 是出好啦。 QP 是有一点可怜哦。 嗯，来看一下。喂 ，NA 你不觉得现在我正值心情，好像那个，他那个古灵古门那个血，然后他给那个套杯，哎。 这两边都玩着蛮 safe， 对，在那个 SQ Gaming 那边有两个 dagger，NA。 哦 ，Visage 中 stun， Visage 中 stun， 会 follow up 吗？哦，那个 Ice Buff 没有选择进来。哦，他们看到了，NA solo take down， 没有两个人杀死他。现在他们没有 Dark Seer 做不到的东西。Sanking 摇屁股啊，冰过去 stun， 开杀。喂，那个 Mecha 补回来，他 emo， 他还是会死。喂 ，Wave King 来一刀两刀。 多两刀，多一刀，多一刀，弹回去 ，Mecha 不用紧哦 ，Amber 飞掉，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Whip King 现在有 Mana out 哦，砍回去吗？打回去吗？啊死啊！复活，哎打过啊，来啊来啊，他讲，哦，三 King 弹，那个鸟没有弹啊，那个鸟酷到啊。 那个鸟哭到 stun 啊 stun 啊 ，OK， Sand King 死了。Wave King， 不是 Sand King， 因为刚才看了一球有点 emo， 所以忘记那名字。这个不是借口啦，因为真的有点可惜哦。Celine 没有讲话是因为他抛弃我。 他去看羽球啊，应该是。可是不用紧，我有他 Facebook 哦，我有他的 Steam 哦。来看一下中间，哇 ，AA 一摸咯。其实我不是一个人 cast， 我 housemate 在后面一直念。 也是一起 cast 哦。上面哦，中间来哇 ，QP bling， 吸到吗 ？Duxia没有吸到人，死掉，他 bling 进去死掉。Amber Spirit 在这边砍死了 Queen of Pain，Queen of Pain 其他的 item 没有很多，而且 level 又很低，所以很容易给 Amber 拿下。 现在靠一个 Weaver 也很难，因为 Weaver 现在 damage output 都不够，因为他买 BKB， 如果 Weaver 不买 BKB， 他又很容易死哦。可是他买了 BKB 又不够 damage 哦，所以对他来讲也是很难。中间
哎 ，Amber Battle Fury 终是我可以讲终于出了，因为他 item stuck 很久啊。现在 NA 也是有 dagger， 所以他不用这样子走出去散人。哦，看他可以砍吗？哇，一刀爆，真的是一刀爆。喂，不见了，他出了 CL 来 ，Thank King 哎。Thank King 喂 Thank King 怎么？Thank King 一摸 ，Thank King 没有中人，可是也是难啊！你看 Wave King 有两条命哦，你总共要打死五个 Hero 又多一次哦，哎，就总共你要打死六个人。你看 Weaver 也是其实做不到 damage 啊，因为。Amber 随便这样砍一下你啊，他也是没有 damage output。我觉得现在给 XQ Gaming 很难返回来。他们两场要选那个 Darkseer 跟 Sand King 的 combo 啊，可是两场都不可以。我觉得这场也是要 GG 了啦。QP 可以来讲，基本上这场虽然是 aggressive try lane 赢，可是 mid 输太多了。Queen of Pain 一直被 take down 啊，他前面死几次给 Amber 很 fat 啊。哎 ，QP 是 top 死最多次的，死一次哦。现在 net graph 来讲。SuGoy超过了8000张哦，接近8000张。哎，可以讲这场的话做不到东西。Amber Crystalis 也出哦，说话现在如果 SQ Gaming 聚在一起 ，Amber 砍你会更痛，你会更脆哦。AA 的 Scepter 差不多了 ，Wave King， 哎 ，NA Four Staff 也出了，哇 ，Wave King， 上面 ，Wave King 的那个 Assault 也是要了，也是要买了。这个 Visage 这一场，他是玩到不错啊，只是那个可以讲真的是 QP。哇，打不起来哦！他前面没有做到他该做的东西，然后那个 Weaver 现在又不够 damage，不然他们还是有的打的。你看 Amber 三四刀这样就可以 QP 死了，哇 ！Amber 飞掉，飞回来。哇，西亚回来 ，Amber 又飞了，哦，中 stun，nice play by Sand King， 这两场可以讲 Sand King， 这三场啊 ，Sand King 都做了很好，做到很好。哦，他们不应该这样子 over commit， 因为在 high ground， 你现在在 low ground， 你完全没有 vision， 你看不到，哇，全部 stun 丢完出来了。哎，罗山鸟，终于罗山鸟。哎，他们来 smoke，Jackiro。NAK， 喂，他 stop 到那个 Sand King 那个进去帮忙。Sand King 也是做不到东西 ，Sand King 中抓到。哎 ，Team White， 还有一个。你有变 Weaver 可以跑掉，他跑掉 ，Roshan 还没有拿哦，现在他们还可以抢掉 Roshan。哎，另外一只鸟飞掉，他准备stun下来，那个鸟可以stun下来，看他们可以 snatch 到吗？哎，鸟stun下来，哎呦，哦 ，CD。
CD 这，唉，没有办法。现在 Wave King 有三条命，你讲要讲杀哈，你讲，你们讲，现在你们讲，给我讲一声，讲杀掉哈。是我都 emo 啊，直接喊 GG 了。唉，不用紧，来 Cryo Pen， 他现在出一个 BKB 也是可以，还可以顶住一点招。来来，继续继续，不要放弃吧。SQ Gaming， 现在 Visage 有一个 Ward 在那边，他们现在 Item Build Wave King 的 Assault 出了。哇，现在很硬哦 ，Wave King 靠他也可以靠 Amber 的 Damage， 在这边的话。Weaver 有3000块 ，so 如果他接下来出 damage item 还是有的打的，只是那个 Sand King 不跟 Dark Seer 不能被抓，他们的 combo 要很美，真的要很美，不然他们做不到东西。Weave King 现在拆着塔，哎，哇，他直接出去砍人。我 stun Wave King 不用紧，他 YOLO 爆，老板出去打人，直接给那个 Weaver 去。哦，来继续 A out 美，可是没有办法，他逼到他们全部 buy back。哦，要死，危险哦，危险！他碰的 out， 可是他的 mana shield 有顶到。哦，他飞掉，来得及飞掉，不然中那个 Sand King stun 到。那个 Wave King 根本不用去 tank， Wave King 直接在那边拆 tower 不管，反正他有两条命现在。一直拆，一直拆。Amber 现在在，喂 ，Amber 在那边。那个 Amber 的 damage 实在太高了啊！哦 ，Amber， 哦 ，QP 中被绑着。哦 ，NS 大 miss， 哇，那个 Amber 的 damage 太痛了，抓抓，应该也是要 SQ Gaming 也是要喊 GG 了啦 ，Dark Seer 吸不到。只有 Amber 一直做 damage， 然后其他 hero 拆塔，他们根本拿不下 Amber。Amber damage 太痛了，喂，奥迪掉 ，Weaver 拿掉他，可是他们 rex 了两条路，现在准备打着上路。Amber 75秒也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有他们有一个 Wave King， 而且 Aegis 还在。SQ Gaming 现在凶多吉少哦 ，Weaver 有4000块，他现在买的 damage item 也是他不能死，他要靠 teammate， 不然 SQ Gaming 没有那个 damage。现在 NA 有 4 staff 了，上面 QP， 哇 QP item 也是 stuck 很久，他也是 emo， 因为他一直死，买不到东西。Weaver 哎，买了 Deso， 可是
也是他不能死啊，他死了很难。他就算有的时候他被抓到，他也是很脆，因为他整个 hero 根本就是一下子就死了，所以还要靠那些 sanking 啊来帮他。可是每次 sanking 都被那个 NA 抓到，那个 NA 就是 aim 住那个 sanking 了。来一个 smoke 了，上面他们选择 defend 在 high ground， 这个最后一个 rex 被拿下的话，多数是 GG 了。哦，还有多一百块，多一把，还不要拔那只鸟，拔不到。哇 ，Wave King 直接进去哦，砍死掉，喂。他们有 BKB， 收 Sanking， 基本上奥迪是没有用。Weaver 拿打死了 AA， 那个 Jump 被拿到，收看到他，哎，回来 Team White， 收 ，OK GG， 这场 Amber 做了很多 damage 啊。可以讲 QP 其实这一场根本他打不到该打出来的那些气势。So 恭喜 SuGoy 咯，进入我们的 semifinal。还有什么吗？哎，我来看一下啊，看有没有 giveaway。OK， 今天没有 giveaway， so 我们的比赛到此为止啦，谢谢你们来 support 我们的 MYDota Twitch。No more giveaway。OK， 我们 giveaway 到此为止，说完了啦，大家。